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小车逆变器，两个 USB 接口，两个点烟器插孔，两个两孔插座，线长70厘米，液晶显示屏可检测电瓶电压，兼容多款车载产品和电子产品。 USB 接口和两孔插座可直接给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充电。同时充电，互不影响。点烟器可供车载风扇、导航仪等车载产品使用。本产品还有红色款可选。